用这个魔法遥控器收集狼妈妈的样子，然后按下按钮把你变成狼妈妈的样子，真是太棒了，这下狼妹妹再也不会哭啦。狼妹妹快来妈妈这里，狼妹妹真的好乖呀，这个魔法遥控器好厉害呀，沃夫用完了要赶快还给我，知道了吗沃夫？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小宝宝乖乖的睡觉吧。狼妹妹终于睡着了，现在用魔法遥控器把我恢复正常。狼妹妹睡着了，我们的沃夫真的好厉害呀。现在我来用魔法遥控器收集不同人的样子，我要赶快出去睡一下。小黑牛和佩奇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呀？我得过去听一下。你看我的汽车比沃夫的更厉害，小黑牛真是讨厌，变成黑牛爸爸。小黑牛，你的作业写完了没有？快把玩具给我。佩奇，我们快走。小偷，快点抓小偷。黑牛警官，快点帮帮我，把小偷给我抓住。哎呦，真的好累呀。哎呀，我的魔法遥控器被损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佩奇，怎么又出来偷懒了？快点回去，今天你要照看水果摊，快点把水果都摆好吧。哎呀，我才不要啊，变成了猫老师。这个问题也太难了吧，猫老师可以帮我们讲道数学题吗？不要，真的好难呀，我要赶快变回去。佩奇，小黑牛怎么啦？爸爸，我的玩具呢？终于甩掉他们啦。可恶的小偷，你往哪里跑？快点给我站住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两个小黑牛呀？真是太可怕了，魔法遥控器被弄坏了，你制造了很多麻烦。黑牛警官真是抱歉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